间，在你眼里成为了流线，青春充满了不眠，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。从不分你我，照亮在心间，夜已沉在心无眠，在缠绕的伤悲皆已成灰。就把誓言带走，换承诺不会。如果你就是一切，如果我就是绝对，如果清醒是种罪，就让爱去蔓延，成全每个夜。江江，现在几点了，左小姐？没关系，我们终于要回酒店了。累了，我差一个通宵牌，通宵牌也就……那个就再说吧，下辈子一定走了。嗯，回酒店啦。
咸，是咸口的，我以为这是甜口的。对，是甜的，但它的芋泥就是很芋泥。对，它芋泥也没有很甜，好浓浓的芋泥。对，很难评，很难评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但是确实。我们俩刚刚买了一个活珠子给他尝尝，因为他没有吃过，一会儿敬请期待哦。好吓人呢。香啊，宝贝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起来的美梦，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。提着石头默默地走，公车从旁擦身而过。突如其来的念头，暗香花愁流行的你我。这个是共享电动车，但是好像是月亮的眼，通通来自夜空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成功。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你是前方生活的距离。又是夜生活的一天，但是就是，但是我们俩现在已经完全就是不在状态了。哎呀，我头散了，哈哈。我们两个刚刚从一家想吃的夜店经过东湖，我们两个回头看他一眼，并直飘默契的说：“回家睡觉吧。”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去拍了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去看了高吾人的演唱会。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来长沙的目的是为了旅游还是来看高吾人，对，但是反正我是为了解析期啊。但说实话，他长沙这三天，咱们先不说吧，今天第二天结束，我们今天就干了两件事儿，逛了一个街和看高吾人，我们这一在睡觉，还去了杜甫江阁，啊，刚刚去了杜甫江阁。主要是昨天吃六个酒吧，累死了。最近都很离谱的一个境界，说实话。好累啊，昨天，我的脚已经完美的复生了。然后我刚刚从杜甫江给我们两个人骑的小电驴，长沙特色小电驴，好吧，也不是特色，反正就是北京没有的东西。然后骑回来的，我第一次骑小电驴，真的很吓人，我一路叫着妈妈回来的。不过咱们前期的成功了，我而且我还上路了，对，很棒。然后我们俩现在要回酒店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走两步回头看他一眼，你知道我能感觉到他在杀气，然后我就在说我在。后面我还没有完全回到他，就看到我准备就是缓停了，就说我在走。真的很吓人。OK， 没有关系，但我们俩现在要回酒店啦，然后美美的洗澡，然后明天退房准备回北京了。我们俩今天纯素颜哦，涂了个口红，涂了口红。刚刚在屋里进行了一些运动，对，一些有氧，所以我们现在穿的这还不是重的，拍了好几个抖音。真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街上的吧，很丢人。刚才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哎，朝宗街在那边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朝宗街，走。
吃饭了，回家，回去吧。